您别放水，一只鱼啊鱼嘞嘞。啊，我们嘻嘻。啊，落雁是谁？落雁琵琶弹的哇哇叫的王昭君。琵琶怎么会哇哇叫？琵琶弹的乒乓铿铿作响，为什么会落雁？因为平沙落雁。初赛曲。初赛。我泰国来了，不太知道。哦、泰国啊。泰国的王昭君。头盆卡，头盆卡。然后呢，他的这个犹抱琵琶半遮面、嗯，所以他永远就是这样。请问。哎。哦、大珠小珠落玉盘是形容哪种乐器？哎呀，那还用说吗？就是琵琶啊！貂蝉，貂蝉，你的手为什么要切给老？这个跟吕布的老婆，我是个狐狸。老婆哦，错，肥爷，肥爷呀！吕布乃是董卓的义子哦。然后呢，貂蝉是送给他当妾的。好，那我考你，貂蝉最美的姿势是什么？西施她会捧心，是最美。对，贵妃她是醉酒，下腰那么粗还能下哦。对，很厉害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貂蝉是什么？貂蝉最美的姿势就是腰如弓。错，望月。望月想你。等一下。看月亮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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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我们带来是我的宝贝四美人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，中国四大美女，我的宝贝四美人。四大美女齐聚一堂，美若天仙的她们会擦出什么火花呢？哎呦！对啊，泰国人今天好白哦。对。真不习惯他穿这么多啊！哦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！哇！哇！真的有哇 ，That's good！ 哎呦！玩线上游戏，小小鱼拼了，我的妈！哦，我不要再玩发射吧。发射吧，银汉。发射吧，海绵。哎，哎呦！哦。好风卡。都要休假了，还看这么刺激的吗？我有点高血压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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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厉害的哇！怎么四大美女最后都穿那么单薄？对啊，不错，相当不错。老师那时候特别安排，我们就是布料越跳越少。哎呦，还有一种惊喜感。那能不能跳最后一首来？没有，
就是这样，就是极限啊，是对，你是最少的啦，没有再更少。其实小鱼不会很胖，对啊，对。老师老师，秀舞时间过了过了，对对对，我还蛮适合演贵妃的，真的比较肉，刚刚好，对对，刚刚好 ，Q， 对，盈盈跳这种。这种古典美的还真漂亮，对啊，而且我很喜欢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但当中跳最好当然是可儿啦，可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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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宪哥。哎呀呀，水晶晶，水晶晶，给宪哥看。哎哎，你会不会讲那个泰文？皮马聊，我们听听看。萨瓦迪卡，产出那帕。哎呦，产出那讲的很好，我们也会讲啊。哎，红眼玉铁牙。什么啊？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厕所在哪里？你这个膀胱有问题。红男有听来？红男有啊，不是一样。重音不一样，重音。红男有啊，他是真的泰国人啊，我又不是。膀胱无力，连这种也要学，对不对？男生怎么讲啊？膀胱无力怎么讲？加油，阳痿，所以我们在喊加油加油，你们听起来膀胱无力，膀胱无力，加油加油，太好了，再次给你们热情掌声。好了，谢谢。你好，你是谁？我可以画出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，张大千。不用写，这种腔调。徐悲鸿。也不是，是一点有一点文艺气息的那一种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一猜肯定对的。我知道，易翔。我要模仿的人。易翔啊，达文西。哦，达文西。达文西密码。达文西画的就是蒙娜丽莎的。微笑。蒙娜丽莎。一起欢迎达文西先生哟！哇哇哇！天哪！这个制作单位我真完全太用心了，不要把钱花在这种没有用的人身上。花很久哎，你知道为什么让你演达文西？为什么？本来是因为有那个白雪公主跟七矮人嘛，对，哎，啊，你是其中一个，后来另外六个没来，就让你演达文西了。哎，不是宪哥，我今天这画像真的看不出来我是谁，我刚才出去，你是甘道夫的哈比人版吗？对，今天这个达文西是哪一国人？这个一定要知道吗？啊，来来，达文西是文艺复兴时代，文艺复兴时代，谁吗？没有错，文艺复兴时代哪里的？他是个男人。对，有眼睛。哪一国？他是意大利人。好，那蒙娜丽莎，他的特色是什么？神秘的微笑，为什么他有这个神秘的微笑？因为他让人家看起来感觉是永远都在笑，而且那个笑是看不腻的笑。错，不是，你知道的。好，你来说。这可能说起来很长哎。哦，你说说看，讲讲看吧。蒙娜丽莎究竟藏了什么惊人的传说呢？古人争相献计，却意外弄巧成拙。哎呦，天哪！你来个达文西卖蛇了？哎 ，come， 二零 people 输两块，抽了 final snack， see the break。哈哈哈哈哈！这里没有咖啡。我来。鼻子掉了，鼻子掉了。艺术是不能没。